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你本善良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。嗯，来了这么些个人，是都没在家看球，对，跑到这儿听这帮人瞎说，天天都有球，现在正是季节嘛，世界悲剧。嗯，悲剧哪儿那么惨呢？还世界悲剧？我不总看球，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世界杯，昨天也没看了。对，昨天是巴西队，是对荷兰建业。您要不熟悉就别胡说八道的。建业是河南的，知道吗？河南是荷兰。荷兰河南荷兰，昨儿是荷兰。哦，你看、啊、你这长知识了吧。这您都不知道、啊、你我这个人啊，我这个没有这个闲心，不像他们似的一天到晚净玩。哦，我这个身份也跟别人不是特别一样。您什么身份呢？怎么了？你别说出去啊！您这身份还保密呀、啊？是怎么的？就是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吧。哦，不爱张扬。啊，告诉你，你别说行吗？可以。你要说天打五雷轰，雷劈碎了你。你拿我起什么事啊？你，你说你的不就完了吗？我是一个啊善人。您说的这是您的性格呀还是工作呀？您怎么那么膈应人呢？你不是，您站这儿，你善人怎么个意思？我没明白呀、啊。就是我这个人呐，啊，善人。那么我猜对了，嗯。您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您我这个人就跟别人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。不是，就说我这个办事儿、啊，我这个意思，我啊，咔嚓，我，您男人就要对自个儿狠一点儿。哎，臭流氓你！废话，您怎么意思？您说清楚了。我是一个做好事的人吧？您拿这当好事儿啊？你也可以啊。不，还有朋友，不要啊，不要，不是、你没明白，就是我这个人呐、啊，是一个心地良善的人。啊，您要早这么说，我早猜着了啊。嗯，我看着这社会上好多不平的事儿，嗯，我这个心里过不去。啊、哦，您不公，凭什么呀？嗯，人人都一样，为什么要分三六九等？不平衡吗？谁是天鹅？谁是乌鸦？哦，谁是败柳？谁是残花？哦，谁是婚纱？嗯，谁是麻袋？嗯，谁是奥巴马？谁是阿依图拉？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您？说什么呢？您我很希望人人能平等，哦，都一样。不希望有的人太有钱了，有的人太穷了，贫富悬殊，我看不惯。哦，看着不公。因为这些年来说，就是从我当年读大学的那会儿来说哈，因为这个你别说了，你不废话，等会儿我念大学。别说了，你秃噜过去不成？您都说清楚，您还上过大学？啊，怎么那么含糊啊？您这个又没有死罪是吧？干嘛说这？您豁出去了是怎么着？说在大学的那些年，我确实。您在哪儿上大学？给我着梦！哎，你哪儿疼？这不要死你、啊？这不咱俩聊天呢吗？外这么些人听着了吗？哎，这还。那没关系，您说说这也不碍事。因为在、哎、你等等会儿，哎呀，在哪儿没劲了啊？你差不多得了啊？什么叫没劲了呀？您得说清楚了啊！
上大学，反正我也不是在国内上的大学。嚯，您说说，在哪儿？拐外。啊，拐外，出拐留学嘛，是吧？啊，出拐留学呀？什么？出国留学呀？出国留学。哦，国外。对对对对。哦，美国。小地方。美国都小地方。小地方。英国。呀，小地方。法国。嗯，小地方。你说这仨国家，这也就一三居室，我告诉你。啊，至于那么小吗？嗯。那您？柬埔寨。哎。柬埔寨是大国家，小学毕业国家保送柬埔寨大学，咱是响当当柬大的。哎，你看我这脸色，你看啊，对，黄的嘛，对吧？柬大都这样，柬大的，嗯，这就下多大功夫这些年？柬埔寨啊，柬埔寨学完了，嗯，学成之后，嗯，我得回来为老百姓干点正事儿。您要干什么？我们这个就是您先站直了再说正事儿。哎，你怎么看有身份人你嫉妒是吧？您这有什么身份呢？您这个哪儿像有身份的人呢？因为就是在学校，因为念书的时候我们都是就这个放荡不羁的，这个我们都不是特别善。哎，您先等会儿吧。怎么您这个善人也有这套动作是吧？你说那是太大的，泰国大学有这个动作。什么太大的呀？柬大怎么就脸色儿不一样是吧？柬大的色知道吗？是啊。您得说好好说话。就我毕业之后我要为老百姓造福，这有错吗？对不对？您说您怎么个错？而且我还希望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希望有钱人都拿出钱来，咱们都善人是吧？哦，是这做手术是需要一定的费用。讨厌了你这个废话，您有钱是吗？我这些年我没少折腾，我告诉你，我上香港我找那些大财团去。哦，香港有钱人多，你留着干嘛？拿出来做好事。啊，这倒是正事，对吗？嗯嗯，香港是好地方啊，香港的肉饼最好，那个香港的家具城，哎呦呵，您说那是香河，我说您得好好想想吧。离着北京很近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我说您走不远呢。啊，反正我找他们了，找他们了。香河啊，嗯，然后找着这个香港的这些个大财团的这些有钱人，真去香港？对对，都找了，包括他们特区那个负责人，啊，就是特区负责人，不是叫什么，叫总督督，是叫什么？总督督，香港督督，不是叫督督，叫什么？总督啊，总督啊。嗯，我说您看掏点钱。嗯，不答应。拿我拿我。拿什么钱呢？啊，不中。哎，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，这是总督说的吗？这个是，就我一气之下，你们拉倒啊，谁也别管啊，就是我一人。啊，还您有钱，就是我给老百姓造福，自个儿拿钱，知道吗？所有善事，哎，嗯，就是我，知道吗？嘿，您自己来。你这说点高尚的话题行吗？我没说，我替您解气啊。是，我倒看着挺痛快，倒是啊。我每天我一定要做好事儿。好，我自己有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我住这么大的豪宅有什么用？对，是不是也传不下去？嗯，给你，我呀，不要，就不就说这事儿。每天，每天我自己在回豪宅的路上，您等会儿吧，我满足。等会儿想，您还有豪宅？你看看啊，你现在的表情就是羡慕嫉妒恨，真的。我不至于，真的豪宅在哪儿？就在通州啊。通州，啊，北京的通州，通县。北京城要说住大房子啊，嗯，咱必须是边边沿沿。哎，市中心没有啊，二环里边没有这个地。对啊，每天我回去啊，我就蹬自行车往通州这路上啊，我就想，我怎么能为您造福，知道吗？就别为您造福了。嗯，您回豪宅骑自行车去。我不是一直就骑的通州。我骑着四会啊，换地铁去呀，好嘛！我每天打通州来，我把车搁到四会这儿，知道吗？哦，然后我再坐地铁办事。我回去也是，我先到四会存好了车，我是走那 A 口上来，就过天桥，车在那边，我存去，搁在北边，车搁北边。越说细致越丢人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就说这个意思吧。我就豪宅，我在我的豪宅里，我就得想，我怎么能为老百姓办事。哦，我住这么大的院子有什么用？嗯，
我这个大院子，那个院墙啊，啊，两人多高的院墙啊！哦嚯，上面铁丝网，警察叔叔端着枪，那是怕人跑出去，怕坏人进来。废话，好容易跑出去，谁还进来？你就没住过豪宅，知道吗？豪宅这样，您住监狱里头了，知道吗？哪天你上我那儿豪一回，你看看。哎，豪一回去，院墙，嗯，一面院墙20里地。嚯，你算算，哎，一面院墙20里地啊，倒是2、3、6，哼，什么账啊？您这是2、3、6，三面墙啊？您住三角房子里头？我刚才说几面墙来着？您没说几面墙，您就说2、3、6来了。那是算错、哦、算错啊！四面墙，这就对。四面院墙，每面院墙35公里啊！等会儿，刚才说每面是20公里，刚才说多少？20公里、啊？说错，你们老说错了。每面院墙35公里啊！哦，改35了。35公里，四面三四得9，90公里。什么账头？三四得九。谁知反正不小，挺大的。您这简大没学好，挺大，大院墙啊，整个就是大院墙啊，啊穿起来正当中有一个15平米的卧室是我住的。没明白，您先等一会儿。嗯，这么大一个院子，嗯，正当中有一个您的15平米卧室，没有其他建筑啊，院里就一间房，15平米。您给人看坟地去了吧？你这人不是讨厌，真的。怎么讨厌？您琢磨这么大一院子，还没有别的建筑，就您15平米卧室。身份，知道吗？什么身份呢？身份的象征。是，就我一人住，啊，没有二一个人。嚯、哦！早晨一睁眼，啊，60个佣人跟这儿伺候着，啊，哼，那又不对了，哎、又不对了。您一个人住一15平米卧室，没有别的人。对啊，60个佣人是哪儿来的？等会儿我给编一个。编一个，没谱。我给他们在延庆买的房子。你自己住那儿去不好、哦、不通地铁那地方，嗯，就理解啊，是，嗯，这都伺候着我啊，伺候扶我起来，给我穿衣裳，哦，穿背心，穿裤子，嚯、哦，穿秋裤，袜子，都秋裤塞在袜子里头，生活不能自理了都，身份嘛，什么身份？伺候我起来，刷牙洗脸，哦，抹那个面油啊，面油，万紫千红啊，这都什么年代的东西？郁美净。抹完了伺候我起来，嗯，沏上高碎，这么有钱喝高碎，送早点了就来了，哦，订餐了，哎，跟那个肯德基并驾齐驱的那个快餐，订的是麦当劳，嚷什么呀你，还麦当劳还什么呀，麦当劳不就完了，送汉堡来了，哦，你们吃的都是麦香鸡麦香鱼，对啊，咱们这个啊，麦香骆驼，哎，骆驼定制的，怎么定制？整个的骆驼不许改刀啊！嚯、哦，大骆驼上下两片面包，啊、找不着面包了呢。成桶的泼酱，哦，60个佣人举好了，我站当间啃。好嘛，弄我这一脑袋酱啊！那是，半自动的这是。吃完了洗脸啊，坐着抹面油，万紫千红。刚才抹那都蹭骆驼上了。是。哎，重来一遍，身份的象征，就费面油。吃饱了没事。嗯、院里边逛一逛、哦、我那个院、啊、大花园，哦，还有花园，各种花草都有，嗯，白塔，院子里有白塔，你看过那个北京白塔寺那个白塔吗？看过呀，完了啊，跟咱这个没法比，哦，您那个，我这个白塔比白塔寺的那个塔都寺啊，什么话这，我这个白塔比白塔寺的那个白塔都白，都、啊、都塔，您不是不叫人，我这个塔比白塔寺的那个白都塔啊，什么呀？哎，你来一遍，啊、你来一遍，我来一遍，管什么呀？说呀，你说一遍呢？我这个寺比白塔寺都白都寺塔，哎，是这么个意思吧？哎，嘿呀，您要说您那个塔比白塔寺那白塔还大，成功了啊！我成功了，成功跟您没关系。天天没事看我这塔啊，看完了爬，嚯、哦啊，爬塔，往塔上爬，锻炼身体吗？哦，锻炼身体。嗯，也没什么事儿了。哦，看完新闻联播，来人搬凳子爬塔。晚上，哎，踩凳子上。嗯，这再来一个，我上这边来。哦，这上面摞俩，我上这边来。嘿，那上面摞仨，来那个。哦，爬爬爬爬爬，锻炼身体。好，站在塔尖上看。嗯，蓝天白云啊。哦，升旗。呵，爬一宿啊。
新闻联播一完上去的，到上面都看升旗了。您这，啊，这是不小这塔，心旷神怡啊！哎，看完了，走下来挪凳子，嚯、哦，回来进屋喝啊！新闻联播，哎，这好嘛，嗯，每天爬塔花23.5小时，嗯，嘿，嗯，有愿意爬的上我那儿去，嚯、哦，咱们搞一活动，什么爬塔梦中人？哎，这还别起名字了。哎呀，这个。不畏艰险，不怕困难啊！锻炼这意思，在我的字典里边没有困难俩字。你瞧，真好，我没有字典啊、哦，没有字典呐，有身份嘛，是吧？好嘛，净剩花钱了。嗯，穿貂皮，嚯、哦，六月三伏貂皮大衣，撑的嘛，这不是啊？就六月三伏，哎，貂皮大衣。嗯，貂是一种动物，当然，活着时候叫田鼠啊，没听说过。您穿耗子皮来了吧？您？貂皮吧，是貂皮吗？哎，貂皮啊！因为我这件皮衣上，我们那猫老来叼来。哎，这么个貂皮，哎，穿貂皮喝红酒，喝红酒实际上是黄不劲儿的，知道吗？怎么呢？炒菜是必须用这个，是吧？尤其熬鱼，哎呦，去腥料酒啊！嗯，好，您穿上耗子皮喝料酒，在屋里什么形象？这是有钱人的生活，这是有钱人生活，戴大手表。啊，僵尸丹顿的，嚯、哦，知道吗？各位，僵尸丹带上蹦去吧。哎，您那就是僵尸的，没有丹顿、啊，您那个僵尸丹顿的吧？啊，这是叫僵尸丹顿，不蹦。坐在屋里边欣赏名人字画，哦，唐伯虎的画，打开来看看，嚯、哦，呵，美人，嗯，山水，唐伯虎，呵，这是一套什么？福娃啊啊，唐伯虎画的，唐伯虎画的，嘿，乾隆皇帝写的扇子，你瞧，藏秘牌油啊。您这点事儿乾隆皇上都知道了啊。谁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满世界都知道，就是有钱的，有钱看假话，只要是没钱的都上我这来啊、哦、管吃管喝管住，嚯、哦、好吃好喝好带上，嗯，花钱如尿裤一般。哎，什么话呀、啊、上我这来，我要做善人啊、哦、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嚯、哦、哎，冲我说我是善人。您是我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还记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，嗯啊，我那儿来了好几千人跟我一块过节，跟您一块过节。你看看，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上我这来啊，嗯，圣诞节咱花钱，哦，圣诞节是外国人的节，那当然啊。你小时候准没有吧？以前都没有，不兴这个、嗯、啊。人家外国就特别重视，跟春节似的。哦，一般过圣诞的时候，人家那个教堂里边人都特别热闹啊。对对对，神父带着修女跟那都唱诗，那叫是吧？啊，对对，唱诗班、哎，神父先领唱，嗯，一轮明月。照西厢啊，哎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修女们也得合唱啊，修女一块啊。哦、二八佳人巧梳妆啊，哎呀哎呀、哦！这二人转演员哪儿都去合唱，跟你就谈不到一块儿去。废话，您那调就是二人转，知道吗？来，大伙儿一块儿啊！啊，我化妆成圣诞老人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助兴。哦，哎呀，来大白袍子白帽子，沾着胡子，背着口袋，嚯，出门找旮旯等着，等着来四个警察给我弄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愣说逮着拉登了。哎，这好，这不是折腾吗？赶紧说放我回去吧、啊、我是善人，那儿等着我过节呢。啊，对对对，回来之后大伙儿一块儿啊，那个烤那叫火鸡啊，圣诞节的，圣诞节外国人吃火鸡。对，火鸡到咱们这儿叫鹌鹑。啊，没听说过，大小差远了，这个知道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烤呗，烤大伙吃啊，痛痛快快高高兴兴。嚯、哦、别看有钱啊，嗯，为富要人呢、啊、那倒是，只要是找着我，嗯，你提得出来我就拿得出来。嚯、哦、这不最近吗？怎么样？最近我准备搞一盛大的 party。 嚯、哦、不管是境内的境外的柬埔寨的越南哪儿都有，只要是够了名的一线的艺人都上我这来，搞一个大型的庆典。哦，知道为什么庆祝吗？为什么呢？我那低保办下来了。哎，这就这个。